音乐的风格可能跟平常我们去活动上面听到的曲风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家不要怕，就是慢慢跳还是可以进去的。对，只是就像刚刚不是有罗志祥歌吗？就有几位同学跳得蛮好的，就很进去，对，所以不用害怕他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来看大家，就是大家的跳舞跟 battle 这两样东西的感觉有进步，但是虽然都不是同一批，但是有蛮多之前有来的，但我觉得大家的 foundation 可以再练习一下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要对什么音乐的拍子啊特效其实都做得蛮好的，可能基本的一些 groove 或 foundation 就会没有那么完整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再练习一下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不管你觉得你自己跳怎么样，就是不要紧张，不要看地板，然后多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在跳的时候多去看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能量，然后我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力量，不一样的感觉，他给我一个表情我可能会有一个回应，所以我跳的时候我会去看大家，去看周遭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能量可以给我，对，然后也不要自己就是这样跳而已，要去跟别人跳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很无聊，才不会很寂寞，就多跟大家跳跳舞，然后还有就是基础再练习一下，就会进步更多，耶，就这样，谢谢。